谁拢大兄无代志，你倒来，这甲你之前所讲的完全无共款。什么代志啊？都是出意外的嘛，是伊等破坏我计划啊。我唔管是伊等还是二等，反正你就是无迄个才调对付阮大兄。早知你这么低落，我就无需要冒险甲你合作。 我甲家己提心吊胆。江明月，你袂记我甲你讲过，甲我合作啊，你无退路啊，我较袂当反悔。是你家己无能力啊，你敢会晓用袂记前的垃圾布啦？你希望阮大兄死，啊，毋过我无你遐尔凶啊，我敢若希望伊会当莫接班安尼就好啊。你敢知影？你用违法的手段伫咧处理代志，我真正足惊的呢。 我当然知影，你是惊讲你正我来洗碗，找我合作的代志，还是不要空啦。你若无法度继续搁留伫红家，甚至会向我拖累、互关，对吧？既然你拢知影，咱两摆搁相找啊，你嘛莫拖我落水啊。你若是坚持，莫搁搞合作啊，你一定死得搁我凄惨，你要信无？ 那边先去搞啊！今麦我甲杜家的录音，搁放上一件互你听，互你较好接话。你竟然偷录音！我无偷录音，我是光明正大互你看。你这卑鄙小人！卖孤笑比无买啊！你连恁大伯拢会当出卖啊！参照你这款阴天的查某人，像知影你是不是有一天？ 赶快出卖我，反头来搞我家一撮。而且你也会记的，你即马，甲我是坐伫同一只船的。我若是无讲你会当落船，你就要乖乖配合我。而且，若是要冰船进前，我一定会先甲你杀落海。就算我要死啊，我嘛要先看到你死伫我面头前，我才会甘愿。你这阴天呐！你到底想要从啥？我才想要问你，你到底是要安怎行？ 这条路，你也有生理准备，会用管理开红家，然后凄惨落魄，另外一条路，就是乖乖配合我，然后做个天成集团未来总裁副领。老公来。哎，老婆啊，今日我临时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啦，所以你的爱心早餐我都直接打包，早起公司配扛开啊哈。啊，这果汁我即马啉啦。安尼袂用的啦。 来，这样、哦、我你炸去，这样、哦、是大品牌出的三效益生菌，会当哦助消化、好顺畅、提升保护力。另外，这样、哦、小小随身包，会当哦你随时补充50亿好菌。详细啊，你这种哦，食饭快康回啦。哦，这个我知影啊。之前你伫病院无用的时阵哦，我拢有看你随时拢有在。 国公这内底有添加哦，凤梨酵素，益生值可以养出更多好菌。哎呦，记忆真好呢，我看我拢有记在心肝内。当然啦、啊，我的太太轻松维持窈窕的法宝是啥？我当然嘛了解一下。嗯，我看我一定要进前咧食的时阵，你有想要试看卖对吧？嗯，刚才我给你准备，最好是酸甜水果风味，我真介意，啊，你试看卖咧。好。 大爷，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坐你的车，这回来去公司开会。好啊，没问题。有亮。安怎？哦，我会记得你今仔日中昼有去学食饭啊，我看你家己开车去较方便，安尼就免麻烦大兄。啊，你煞袂记得，我咪甲你讲过，我的车有怪声，昨暝我就开去保养厂保养啊。平常时也唔保养。 偏偏这个时阵歹去，明月啊，免烦恼啦。啊，有亮啦，是要开车寄客哦，中昼嘛当开我的车去啦。啊，若无公司嘛是有公务车嘛，对吧？有亮，来去，走。有亮，是搁安怎？我感觉身体用用无爽快，你带我去病院好无？
啊！我惊开会时间会袂赴呢，啊！你是队阁无爽快？明月，我拄好等你哦，要去病院一撮，啊，无我送你去啦，好不好？大叔，安尼就麻烦你啊！我含大兄讲要开会啊，你检查了看安怎，再甲你阿妈讲。 明月，你面色足歹看呢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来提皮包，我怎啊随送你来病院，哈。